2021年12月1日啊，杭州百悦酒店呢为这个游泳运动员孙杨呢策划了一场生日宴。通往宴会的入口呢，在这个酒店的设计下被巧妙的装饰成陪伴孙杨成长他最为熟悉的游泳赛道，由此呢通往宴会的场地。经过巧妙的一个空间设计呢，厨房的过道呢被打造成迎宾的一个客厅，除了简易的家具布置以外呢，墙上还挂了很多就是孙杨与他家人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合照，进一步呢营造出了一个温馨的一个氛围。餐桌呢直接搬到了厨房内，晚宴呢更像是一家人围坐自家的餐桌面前啊用餐，用餐的同时呢还可以欣赏厨师们的现场烹饪，这也是十分有趣的一个 chef table 的一个概念。杭州百悦酒店呢是据我所知第一家对客展示他们自己后场的一家酒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营销。它会让消费者去感受到酒店不仅仅有良好的对客展示的一个空间，当然在内部运转的这个后场部门我们也会做到一尘不染，也会做到就是让客人去直观的去感受，这也是源于品牌的一个自信，也是源于酒店的一个自信。